哎呀，那300万不是已经给你了吗？哎呀，宋小姐，你也不是第一天在这圈里混了吧？怎么还这么天真呢？这事儿啊，一码归一码，人气女星，豢养男宠，这得值多少钱呢？宋小姐，您给开个价。500万，这是我的底线。500万，我以为这个才是你的底线。我警告你，别太过分。怎么了？哦，周扬那样的男人你都肯收，我差哪儿去了？我听不太懂你在说什么。哎，这周扬以前是干什么的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如果不想让我爆你们的料，就跟我上去。是跟我睡一觉呢，还是自毁大好的星途？这笔生意怎么划算？还用我多说吗？快进来吧。等一下，哥干嘛？你保证这次我陪你，以后你再也不会找我麻烦。哎呀，你下次再说下次的事儿嘛。你太恶心了，你走开。你这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别给你脸不要脸，信不信我毁了你？这生意我做不来，生意我做不来。走开，放开我，走开。你给我站住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胆敢迈出这个门，老子毁了你，信不信？请便。行了，你还真怕我啊你？听清楚了啊，我给你3个小时的时间考虑，是死是活。事到如今，宋菲儿已经走到了绝路。经历了这些之后，她应该明白了，坦坦荡荡的活着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。现在，我得赶快通知老板。立马拿照片威胁宋菲儿，宋菲儿一时想不开，自杀了。怎么了，达浩？什么？宋菲儿？不知道老板有没有及时赶到。
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是没有消息呢？去干嘛了呢 ？Sorry。你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老板提前回来了呢。大白天在家搞成这个样子，是你吓我吧？怎么，我哥没在家？你哥？哎呀，等会儿给你。你哥去找宋菲儿去了。他还敢去找宋菲儿？不怕招绯闻啊？就是。我这有个好东西，跟我走。别玩手机了，你看我这新键盘，这游戏打多好。我以为你要干什么有创意的事儿呢，原来就是玩游戏啊。都三个小时了，老板不会把事情办砸了吧？喂，哥，我打游戏呢。你还打游戏呢？宋菲尔自杀了，现在正在送往医院的路上，你赶紧查一查那个李马有什么事情。看来老板赶到了。什么？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立刻去查。拜拜。怎么了？宋菲尔自杀了，正在送往医院。自杀？没搞错吧？你确定是自杀？啊。时间不多了，还剩一个小时，赶紧帮我。帮你干嘛？查出李马手中掌握宋菲尔的黑料。呼。惊险刺激，这种事我最喜欢了。